啊，各位师兄，阿弥陀佛。最近大家也还是会看到很多选举的活动。那么选举里面，如果看电视，又有很多的一些斗争性，甚至于会上法院去提告，就是我们讲的斗争的兼顾。当然，有些是我们讲的一种抹黑，但是也有一些确实是在过去的行为举止、言语有缺陷。那么这个缺陷呢，就像啊，我们常常讲的有漏，不管是自己的身与意，在自己的因果上面不懂，或者戒律持守不严谨，就会有这个漏，有缺失。就像我们房子常常会抓漏。因为你房子如果不找出漏的原因，它没办法停止之外，还会越来越扩大。有时候是因为自己家里的，例如说自己的水管这个接缝。啊，或者里面的机器，或者水塔等等，但有些是楼上的浴室，或者隔壁的这个厨房，然后送过来。如果你不处理，你可能整个晚上呢睡不着，因为会有水滴。有时候会让家里呢地面呢也潮湿，或者到最后就我们讲的壁癌。那么这些对卫生环境，或者对人在我们讲究这个磁场来讲，都是不好的。像我们的身体，哪边有漏、有缺失，我们不去找原因，不去检查，到了这个病，后面当然就是越来越严重，而且会扩散。这个道理呢，其实呢是一样的。在选举的时候，就好像有人拿着放大镜。在检查，有的拿望远镜，连长辈的也拿出来讲，这个就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那你说它是一种共业，说起来也是啊，因为确实有一些地方。他在挑选人选的时候，工作的人选的时候，也会查3代或2代有没有缺失办法，或者呢，他根据看你有没有过去一些经历，会不会影响这个职务的安全性，或者说。那工作保密的需求，包括你的人际关系，都要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也是在演出因缘果报。那么，就算房子也是要保养，要检查。我们自己呢，也一样。
常常说念头要平管，要不然它可能就是一条裂缝。没事不要找事，你一个念头讲出一句话，做出一件事，又是一段呢可能的因缘果报。那么另外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就是啊，在蒙古呢有一群羊在原地一直绕圈圈，所以有些人就在猜测这个羊是不是病了，这个领头羊呢这个一直绕，大家跟着他一直绕，因为已经绕了十几天了。那有的说是不是要有什么这个天灾啊？因为动物有些感知比我们灵敏，就在这儿担心。当然像地震，我们这两天台东的外海或者印尼都有五级多的地震，印尼也有死伤。那么往往这种天灾呢，动物的感知比人类要灵敏。我们知道有地震雨啊，或者蚯蚓啦、啊，地底下呢就会有这种震波，或者说其他的声音，因为这个有时候是动，有时候是音波，那不一定。所以人类其实对自己的地球，更不要讲外太空，所知呢其实还是非常的有限。我们包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所知也很有限，不只是羊群，我们常常会去找一些古迹，很多古迹怎么形成，作用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就大家都知道的金字塔，它选择在一定的地方，那么跟天文某些日月星辰的运转有一定的关联性，它又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其实都不知道。那么地跟人怎么建造，跟天文我们知道它是有违法的，是有一种作用，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作用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的天文仪器知道说它是有作用，但是不知道什么作用。因为这里面不要说是天文啊，我们对这个地球就有很多的不明白，或者对这个身体，我们今天这个身体生病了，现在都是以西医药来治疗，因为认为用科学仪器，不管超音波、电脑断层扫描等等不同的原理来检测、来检验这个我们说的解剖学里面的构造里面，或者一些我们的这个体液的检查、粪便的检查，这些数据来看我们有没有异常。那么中医或者其他的藏医或印度的这个医学比较早一点的，它没有这些仪器，像我们只是用脉象把脉，用命盘测病。那么有的呢甚至于用眼睛看气色，或者用手掌来测病，
这些就是检验的部分。那么治疗或者用药没有仪器，他懂得怎么样在什么地方用针，用多大的针，多长的针，是要补还要泻，它的角度、它的时间，还有它的手法，这些西医没办法去理解。那灸也是一样，你用哪一种药材，你这个药气要从哪个地方进去，它走什么地方，解决什么样的经络或者器官的疾病，这些照现在讲理论上是不科学，但现在你去验证它却还蛮科学的。甚至于我们过去就有开刀，现在因为这个法律的禁止，我们顶多就是这个推拿。你这些手法、推拿的方向、推拿的这个经络，或者呢，你放血，医生可以放拔罐，放血又有不一样的刀、不一样的针，还有它放的原理也有所不同，就是它是用什么地方放血，有的是从血管，有的是从微血管，那有的是比较深层的，那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放血的手法，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人体都尚且有这么多的我们所说的不了解的地方，包括我们的业力藏在哪里，你能不能去挑动这些业力，还是像祖师他已经在空性里面可以自他相换，承受众生的业气，或者把业气挪出去，这些人类其实应该很尊敬我们这些一般我们文化讲就是要尊敬天地啊，因为一个生命的孕育，我们是何等的浅薄无知，对于自己呢，根本也是一知半解。那这个身体，我们中医有鬼穴，这些冤亲债主会在什么地方？中医其实知道，他怎么时候怎么用，不一定会用，因为你要能够挑动业力的时候，要能够确实让这个业力呢转化，转为道用。而不是我们人类光想用这个啊，把瘤割掉，把坏死的肌肉呢切掉，当然就是一种手术的方法，
它可以治标，然后再追踪检查。但是如果是业力呢？我们疫情啊，已经往生了660多万位，相信是不止啊，因为有些他归纳不是在疫情，可能是他自己的慢性病啊等等，或者像今天有一位这个以前的抗疫天王，因为就在这附近，以前在天母还会看到他，就一下就没有了。那么这位先生也是一生为了他自己的理念呢，执着了在做。因为每个年代他的这个所受的这些教育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文化呢不一样。那我们学佛呢，很多这些都是我们的所知障，就算我们最少吧求往生嘛，往生你就是要万缘放下。我们真的放下了吗？有没有真正的愿意放下？就我们讲的又回到金刚经了，无相、无住、无着，我们放不下，又对佛法半信半疑，也没有愿力想要做服务业。如果照呢《无量寿经》来讲，连待业往生都有困难。第一个，你放不下。好啦，为了放下，就把后事什么都交代好了。忽然间又想起来，这不是真的放下，是以为放下，然后业力还没现前，冤亲债主还没现前，看到一个讨厌的人，就很想跟他理论一番，这一下就被骗走了，因为内心没有实修啊。就算好不容易放下了，待业往生了，那还要修到成佛啊，还要做菩萨觉有情啊，你没有那个菩提心，到不了。所以我们即使再怎么样，我们要能够呢，以净土为依归。你对佛要信愿，然后去行，这个行可能是念佛，但是你信跟愿是绝对要有的。信愿不是嘴巴讲，内心想，而是你要去行为，要去实修。而且这里讲到了，说了半天，还是你要万缘放下，而不是一样吗？你着相，那叫什么放下？你嘴巴念佛，内心没有佛，那叫什么佛教徒？那只是名为啦，因为你真的没心啦。好，那我们学了《金刚经》，把应无所住而生起心，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往这条路走，有空你都二缘放下，你还得中道呢，去行菩萨道。那么上至最上圣，这样子
实修出来的，从三观去实修的。那这里面大家要明白，不管你诵经、修法、持咒、念佛，要自心一处，你行禅、绕佛或者拜山，是为了是降服自己这个散乱。你就算妄想没有办法排除，但起码不被它影响。像佛陀，我们上礼拜有讲，修忍辱修了500世，我们自己问自己，不要说500世，我们这一世修了什么？有我们讲无生法忍，生忍做了吗？我们这一生有吗？作为一个人，法忍对一切的现象界、万物、万法，我们有没有心动？最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真的没有办法。什么叫应无所住？不管说万缘放下啦，还是刚刚讲的修什么无生法忍啊，都要摆平的就是自己嘛。喜欢攀援，看到的都是呢，这个你我他之间的这种执着分别习气，都看不到已经600多万人往生的苦空无常，也看不到这些因缘果报，自己还是。我们的所知，把自己的心性呢包住，而且反抗改变，不愿意改变自己，那就不是要去抓漏了，那根本就是活在这个游泳池里面了。所以，我们讲业海。你起心动念呢，无不是业，在业海里面根本出不去。因为没有念嘛，自心一处，念佛也是打妄想。想想说我大概还有100遍，都在呢虚应故事。告诉自己，安慰自己，我今天功课完成了。我们先要真的，一方面呢，应无所住；二方面要练习我们的定力，要专心，你才能够。心佛打成一片，不管是仪轨，你行禅啊，啊，或者念佛，你才有可能把我们的这个无明烦恼习气执着慢慢拨开来。如果一天到晚呢，还是这个有事没事呢，忍者呢，不是心动。是没停过，那这真的是没办法。
特别是情绪。所以在佛寺一般就是禁语，不去呢，心外呢，除了法务啦、执事啦，不再去攀缘。你要能够自心一处，你诵经也好，你在里面绕佛或者礼佛，不是那种做个样子，更不能呢任性。任性就是用自己的习气啊，怎么在团体里面呢？这个任性，所以我们除了应无所住，修自己，我们不敢讲五百世，我们下一世在哪里都不知道。那起码这一世我们有人生，我们最少可以，当然我们不敢说呢，啊，到这个七地的无生法忍，起码往这个方向去安住。这个忍的意思呢，就是安住。当然蛮辛苦的，会带有一点忍的味道。而且你今天你要修行，你今天受戒，或者你今天要修果圣，你要演菩萨，你等于要何丹炉来加业，这能不忍吗？你到忍而不忍是这样的啦。像五百世的忍入仙人，他也是刚开始也不是就能够这样的啊，不是啊。弥勒佛也是啊，这房子盖了又盖，都建骨了，还要搬运这个石头啊，然后疮疤呢，肉都烂了。根本跟六祖一样，连大殿都进不去啊，他不能听法啊，先消业啊，起码避免造业。但是如果他内心还要呢起一些奇奇怪怪的情绪，那也没办法走下去啊，那个缘就坏掉了。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不明白，它是一个法器，一个载具。我们常也讲过，这个身体是一个小宇宙，我们也讲过是它可以相换。那你这个小宇宙也是一个，我们这样做这样子也是一个金字塔，你放出去的波是在于你的心念上啊。你应无所住的时候，它是没有阻碍的。你如果认为有一个方法，那就慢慢等。就像我们啊，一些国家他就放一些这个讯息出去，宇宙因为我们讲过有很多的条件，不是一种波形一种波长，这个波也不一定是音波。那么就像我们讲二十五圆通嘛，
你在这个根尘四、六根六尘六四加上七大，你都可以圆通。但是你要专注，耳根圆通、眼根圆通、舌根圆通，这些火大、水大的圆通，我们这个身体啊就可以啊。它不是说，哎呀，你要用什么咒啦、什么针啊、刺怎么穴啦，再修这个心。那么至于说怎么针啊、什么穴，这个身体除非死掉了。我觉得它是本来就在运作，它里面就会有根尘四，也会有七大。我们根会有根性嘛，所以呢，就在讲，最重要是你是什么心，你想要很厉害的心。那也会有修出一些神通，因为你本身呢也修邪定嘛，但是你的心是五魔君的心嘛，所感知的呢就是自大魔、傲慢魔这些嘛，你也会有魔通啊。五通六通神啊，你要通就去通啊！啊，至于你是神还是魔，看你的心啊，不在于那个名相啊。像我们讲的这个法宣律师的公案呢，他也是直接严谨，天人供养。就是人天嘛，就像佛陀去天去说法，但是这个禅师呢、祖师呢，那又不一样了，有点像弥勒日巴跟这位这个博士一样。他看起来也没有吃什么戒，也没有什么威仪，但是他不在他的愿心，他本身就成愿再来，他的表现不一定一定是一个很标准的这个二圣的这种行仪啊，因为你到为了这个行持方便道，因为你学有情，重点还是在妙有，也就是在你见山不是山以后的见山还是山，就等于说我们的。理上面的法身，还有一个法身是在事上面的应化法身，它是其实这个应化身是其实它法身报身它是同在的，因为它这个成愿再来，而且呢开始呢转法轮。因为他来就是弘法利生嘛，本身菩萨道不是弘法就是利生，或者两个都有嘛。那为了就是绝有情嘛，啊，你如果
在解脱方面特别有愿力，像地藏菩萨，那就是名扬二力。那么他的福就是除了有形的还有无形的这些众生，因为不能呢只有修慧，你要做福业。所以地藏菩萨他示现肉身在我们就化散了，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各道。所以我们读了这个忍辱仙人的这个公案，或者是弥勒日巴的这个公案，我们不是只有赞叹，我们理当是问自己，是听故事吗？我们到底有没有珍惜这个很短的这一期生命，甚至还没有呢老或者退化的太厉害，去把这一生，起码这一生，我们尽行受去做，做一件我们自己认为要做的，最少要求解脱吧。最少，这就是我们应该呢，从这里呢去加强。因为现在虽然600多万，我们讲过这未来的动荡不安，现在好像流感又起来，那么它的影响可能也不会输给呢最近的这个肺炎，也就是说它中重症也会蛮多的，因为本来就是很多啊，流感本来就是还有不少人会死亡的，再加上现在的战争，而且很多业力现前，冤冤相报，很多奇怪的事情真相一直浮现，我们才知道隐藏着很多潜在的黑暗。我们也不是真相出来就能解决它，需要时间的，也不见得有能力去解决它。例如说现在的食安问题，我们显现出来很多啦，改善了吗？没有啊，空气问题改善了吗？也没有啊，温室改善了吗？没有啊，虽然人口呢还是一直在成长，但是粮食的问题很快会显现，因为这些天候的变动跟极端的气候会导致这基本粮食问题一定会出来，资源分配的问题跟着出来，然后相关的这些疾病，因为这些气候产生，比如说龙冰啊，这个还有一些
人畜相通的疾病，因为这整个方程条件的改变的问题，本来平衡的会开始失衡，加上疫情这几年很多洗牌的过程，影响到方方面面，能不能先让大家百姓先艰苦的先让他在可控的范围，但这一定是要守望相助，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大家合力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不管是资源啊、气候啦、食物，这些都是大家要地球村要合力的。那么黑道就是乘人之危嘛，趁火打劫，这种叫黑道。那能不能不要让这些人呢变本加厉？那有人就是，例如说战争，他会赚战争财嘛，就有这些人啊。然后大家也知道，亚洲最近浮现的就是很多人失踪，然后器官移植好像容易一点了，而这方面呢，有些医院还认为他们呢做得很好，因为经验越来越多了。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而没办法我们说的一网打尽？你说春风吹又生，其实事在人为啊。以前呢，台湾也有很多仿冒品，特别是一些没有版权的、盗版的，现在很少很少，已经没有人在卖这个东西。还是需要管理的，需要有这个跟上这些事情的法律，因为要依法行事会慢一点，还要经过立法嘛，会慢一点。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人，作为一个且说悲天悯人啊，因为我们最少呢要往天道呢去，这个善啊善道去提升自己嘛。我们看到众生的这些问题，你不能无动于衷啊。例如说我们这个年纪一些就退休了，我们也有儿孙啊，他们也要在未来的日子呢生活，
除了希望呢能够还有正法让他们呢继续呢延续呢这个虚佛慧命啊，那么也希望说有一个环境，否则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了，佛法也就没办法，没办法学佛了。所以我们最少要去关心这些事情。当然，有些退休的人呢，他就是找个嗜好做，让自己健康啊、快乐一点、活久一点，还是在等那件事啊。毫无意义。其实应该呢，去了解一下那件事情以后去哪里，准备一下，花个几个月看一些经典。应该是这样子，还是很难。所以说，要能遇到佛法很难，要能听到正法又相信，真的很难。有时候呢，一些分享放在呢同学的群组。都没有人回应，都没有。可是如果呢，说要呢哪边好玩，或者一些好看的这个视频，就回应。啊，如果世间的这些苦难的事情。没有人喜欢看，事不关己，让自己快乐一点，不会有兴趣的。孩子想的都是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今天呢？我们讲末法。如果大家只顾自己，就是魔强法弱嘛。或者只是说有啊，我也很关心啊。那都是皮呀。所以我们今天讲说修行。要修出一个真心出来。我们自己本具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同理心，尤其自己的亲眷朋友，这三年来应该也发生过一些不幸的这些疫情的。这个病情的事情，人有时候是蛮健忘的，只是庆幸不是自己，而是没想到，真的迟早的啦。不是应该自己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事情，那么不是及时行乐啊，因为你把福报用完了，你把这些人跟人之间的因缘用完了，搞坏了。
你想在学佛就很难。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佛陀要讲《法华经》的时候，一个人起了不高兴离开，而且离开也没办法，佛陀也没办法，就让你离开啊，因为你起了这种这个缘就搞坏了嘛，没办法再续这个往大圣走了，没有办法，那自己把因缘给没办法提升过来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明白，看清楚这些因缘果报。我作为一个佛教徒呢，我们就是依止呢，是依法，最后还是怎么样？依止自性嘛。那我们的愿行。菩萨就是四弘誓愿嘛，第一个就是服务众生，所以众生的事，你不可能不关心吧？那是很自然的，众生无量誓愿度啊，啊，闻声救苦。本来就是一个佛教徒啊，大圣佛教徒本来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才会说，我们听了《金刚经》，佛陀对于自己这个身体，你要怎样就给你。弥勒日巴也一样啊，都祖师也是这样子的，紫波大师也是在东厂被打了，坏光了就走了，因为已经没办法用了，所以愿以身心奉承刹，也有人讲是另外一个深浅的深呐、啊，而是这些都是在文字上不一样，意义稍微有不一样，也没有对与错，是你要怎么去使用，但是总是供养出去嘛。这是布施婆罗蜜嘛。好，我们继续下来讲《金刚经》，我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上个礼拜呢是讲到这个实相不生，然后割力王呢割这个人割这个佛陀因地修行的这个身体呢，因为实相不生无我，也没有人来害我，人相也没有，而且也没有差别好人坏人，
他也没有摄者相，也就是他不会去执着这个我这么年轻就完了，所以没有这个受者，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我相，当下是放下。我们人今天有一天要往生了，如果能四相不生，那真的就万缘放下，因为没有受者，你就是无量寿啊。那没有我，你才能够把这个身体呢的死亡转为道用。你没有人，才不会变医生没救我，小孩没来看我。你没有众生相，也才不会看到那些冤亲债主呢起的那种啊那种不悦、嗔恨的这种相。甚至于在被讨报的时候，你还是不忘记自己的愿力、自己的悲怨，你不会嗔恨，因为你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练愿亲平等啊。因为你一心当下就是阿弥陀佛啊，就我们刚刚讲的，你的悲怨、你的信任啊，就是你的路啊。所以对这些将来要往生的境，你已经平常就练得很好了，不是说只有那一天才练，没有什么这些分别心的时候，你就能够呢过关。你了解，平常就知道看到苦空无常嘛，你可以接受的。就像我们去当兵，苦啊，当兵很苦啊。那每个人都要的嘛，那就是不以为苦，大家都是这样过的。那么无常，就是要感恩无常，才有一切的可能性。因为呢，我们知道不决定的，是不决定的。我们也听了很多的经典，就知道。你即使呢七心忏业呢，或者说有一些很难忏的业，只要你真的提起了菩提的大愿，它反而可以呢转为道用。就像弥勒日巴祖师，他犯了很大的过失，他反而把它转为道用。那么也因为自己做错过，自己知道众生的那种无明，或者说这种报复的这种这种怨呢，他更能够呢忍辱，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他的业活起来了，他来毒害他。所以反而想度他。讲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做忍辱仙人，于尔所事，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就是讲修忍辱，不是只有修一世，那么已经呢修了五百世，当然这五百世可能分散在一万世里面的五百世，也可能是一千世里面的五百世。但是大家要明白，功夫是练出来的，就像我们今天打篮球。这个球星都是常常要练习，常常保持一个水准啊，一定是要熏习熏修练习的，而不是呢说不保持那个水准。所以我们也知道，即使你成愿再来，
你要回复这个水准，也是要练习，然后过关的。就像这一次那个 NBA 的这个球星来到台湾，他也是一下飞机，隔天就准备呢，又要开始练习。只是可能就是几天没练，马上要不能休息。那么这个仙人是说，那时候佛没有出世，所以用这样子来呢称呼当时啊没有菩萨、没有佛那种称谓嘛。那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无住。这里就讲，因为我们这里是在讲这个大圣菩萨道，所以这里就说，你这个无住生心啊，啊，就是无所住心啊，是在讲菩萨呢，你要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愿心，往这个成佛之路去走。那么你不应该黏在任何一个点，好，你黏着，那就是没黏着。你要懂得放下。所以我们说，见山是山，你发现你心里起了一个相，你就放下，就见山不是山。但你要利益众生的时候，你又要利用山，利用这些文字啊、语言，你还是需要去用这些来这个跟众生行四摄法。所以后面见山呢还是山，到最后也没有山是不是山的问题。若心有住，即为非住。这个就是菩萨，菩萨他就是我们讲的已经到见山不是山，他又见山又是山了。所以啊，这是真正的菩提心行菩萨道。因为你要像文殊菩萨一样，那个时候是以方便道，你要跟这些三教九流结下一个缘，你听过我也好，没听过也我的名字也好，好，就是文殊菩萨的愿嘛。我都希望你发菩提心。那么这种心哈，很难发了。你发出来以后，你这个路呢，也不能黏，也就是你骑脚踏车两边都不能偏，你要往中间啊，持续的一直突破，一直前进，度尽众生。那么不能呢忘失菩提，所以他其实割耳朵啦、割手、割鼻子，这些就是忍辱嘛。你过程当中，你脚踏车的过程，那个路况啊，碰到这种割力王啊，这是麻烦的。那这个功夫是已经修了五百世，它是实修的，不是说啊，像我们这样啊，光嘴巴讲讲啊，不是，它那个是实修的。所以刚刚在讲四相不生，才有办法不起这个情绪。重点就是每天要练球。每天都不忘锻炼自己，那么才说背住双运，你还要呢勇猛前进。你可以转进，但是呢，心不能退，心不能退。虽然说这个起伏是这样子，但是你一直前进的是没有退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金刚经》，也是叫我们要实修。而且呢，我们刚刚讲的分别执着啦、
这些都要跨过去，不要被困住。你不要被情绪困住，不要被这些妄想困住，甚至于还跟他互动。啊，今天菩萨来跟我说什么？啊，我收到一个讯息是什么？这叫没事找事。啊，记得佛来佛展，魔来魔展。你即使一切诸圣的相，我们已经讲过五十一魔，不能互动，也不能相信。你若相信，后面来了，你要不要信？那下一个又来，你要不要信？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要信，都一切感恩，因为你要哪来看我们自己，而不是着于一切相。所以呢，四相上空掉，你对境练心，那么心起了情绪，起了妄念，超越它，不要跟它互动，不要被它转。那么离一切相的功夫就在这里练啊，你不要偏。所以也不是说空空空，你可能例如说阿难，他做了梦，他去请示佛陀，那就对了。你请示佛陀，佛陀给你开示，但是确实你认为这个梦它是有意义的。那如果说像某一些尊者，像阿罗汉，他如果看到一些灵界的一些鬼神界，他没事就请示佛陀，那保准被骂一顿。但是阿难是，他就是因为他这个梦，他认为有意义，他是希望佛陀呢解释。那这个他并不是执着于那些相，他是梦，做梦你也不能控制啊，也没有互动，他就是说这个梦有没有什么意义啊？佛陀解梦，这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梦哈，也不能执着。像一般这些众生，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就帮他写报名入王，然后最好也把他冤亲债主也写，因为呢这样子他比较容易得度，能够欠了也可以，都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呢转为道用，通登这个佛净土。啊，所以这个像阿难西蒙这个，大家现在回想啊，看看现在真的就跟他西蒙讲的很像。你看弥勒日巴在那个时候，这个学很多法的经论的博士，用邪心邪术要害他。那你看弥勒日巴祖师他演出来的是，他也错过，他不是完人，他不是圣人啊，他也是在净化自己的业啊，他都在忏悔，因为他没有回头路啊。我们无量劫来已经做了太多的过失，犯了很多的因果，我们没有回头路，我们好不容易碰到佛法，没有回头路，没有时间呢在那边做白日梦。特别是爱自己的梦，就是怎么想都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只是说让自己呢痛苦，因为你爱自己呢你一定痛苦，然后你起来的情绪呢都是那五毒。那你说不是困住了吗？但是你服务业的时候，这里佛在讲的就是服务业，你起码呢知道客户永远是对的，你尽量心不能起情绪。像以前呢我们这个一些店，那些高中生帮人家洗一颗头，好像是抽20块还多少？有的头呢，
很脏，身上很不好闻，有的是烟味、槟榔味，都有可能。啊，甚至于有些他得了什么病也不会跟你讲，你也不能有情绪。年纪轻轻的，因为他也没有回头路啊，他可能是尖叫声啊，可能是家里没有钱啊，他自己去打工啊，然后那个态度都经过训练了，会让客人呢很安心、很欢喜。能够选择去做这样的行业，而不会呢做一些更容易赚钱的行业，其实这是很值得人家敬佩。现在几个人呢真的愿意这样？现在的小孩很难啊。还有这个行业不是没有，可能待遇也比较好。过去是没有劳保的，几乎就是当时也是，扣一扣每个月领很少的钱。就是温饱嘛，所以一般人呢，我们凡夫啦，都是呢，在欲界都会贪爱，对这些六尘呢，心都会动，心动的时候就离开呢，我们讲的应无所住。我们讲这个心要像镜子，你不用扑过去。他来你也不用黏住，来去呢你都自在，因为你无住无相啊，你以这个为体，像一个镜子，你就能够呢才讲这个以这个波罗啊来引导这个前五度为用。所以金刚经教我们要发菩提心，也不能够着你度众生的相，因为你好不容易发了这个心，你住的时候，你这个心就走掉了，你就走掉了，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呢有什么身份地位，你呢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然后要大家呢。感恩你呢，要很什么，把你当得很尊贵。这些哈，你只是，如果你是，例如说像弥勒日巴做上位，因为他是让众生种福田。但是如果说你很在意，说啊，我桌子比较高，你桌子比较低，你在这上面。执着这个，真心就走掉了，因为你会有什么分别心，你去对待这些，你的心走掉，那么你没办法了，任运，你的智慧呢起不来，你的慈悲已经没有了，然后呢，你即使你在念经或修法，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太在意这些，你执着的一些事情，我们所说的无缘诸圣啊，同体大悲这些没有了，你的心量呢是有分别的，然后你的妄想影响了自己的这种清净啊，然后你会在当中。起了分别就会有烦恼，那么你起了
这一些你要跟法性相应就很难，甚至于你如果不小心你从这个地方破绽漏的时候，就我们刚刚讲了，你这个房子漏水的时候，到后来已经变游泳池了，那修偏了，那就没办法，就会像这个博士一样，读了很多的经论，起了害人之心，而且还去做，还叫人家去做。原本是应该绝友情，而不是在比高低。所以啊，就在这个拐点呢、啊，就越错越离谱啊。当然最后有忏悔啊，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呢。这前面在讲的就是都在讲这个住心无住，就是安住在因无所住。好，那你妄心的降服了，真心也能够一直安住。你没有这样子，这个菩萨道就会偏掉了。不要说你有没有办法成佛，就偏掉了，因为你有执着嘛，你的一真起不来，你的司法界转不动嘛。你在因地果地里面呢，不通的，还在因地一直转，所以啊，应该要我们说的因无所住生起心，然后呢，把业缘呢转为道用，啊，也就是四相不生嘛，安住真心。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我们刚刚是在讲到无生法论，你这个菩萨也是这个意思，你要所谓的不应住色布施，那就是不要念到而才能够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你虽然呢，在因缘果报里面你清楚，苦空无常里面你也能够明白，那么对于自己跟一切所缘的你我他，你人这个生命的一生啊，这个生人、法人、一切世间法，你呢能够呢？万法呢，都能够啊，不执着，万物不执着，然后你能够安住、忍住，你能够承担这个如来家业，对一切的忍，包括这个忍辱、先忍这个忍过程，你能够消化掉。消融掉，不起烦恼，不起分别，啊，没有这个怨气。你这样修炼、修养自己，继续觉有情，这样就对了。所以，我们都是住相，在供养布施、出钱出力。菩萨的心，他是。对境练心，他是往这个因无所住，在行四摄法，在布施。那么他不应该，我是讲不应该住在色、声、香味、触、法布施都没有，所以他不起烦恼，不会呢有漏偏失啊，因为他常常安住无住，就是。住心无住，我们继续讲。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就像我们讲啊，我们做服务业，不管你出钱或出力，一般就是财布施啊，或者法布施。你讲经说法就出力嘛，出自己的人力或者智慧智力。那么大家要明白，一切呢法的布施是为了服务众生。你的愿力，你当然很欢喜嘛，因为这是自己欢喜要做的愿嘛。啊，你去利益一切众生，但是你作为这种布施，不要去着众生相、人相，你才能够心量广大。比如说，你发愿呢，是要度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他就没有众生相。然后你要度尽众生，他就没有受者相，因为度尽众生要很时间要很长远。那么你要这个度六道众生，度尽众生，他的心量是六道，是很广大的，所以你又愿心平等，那么这个时候四相就不生。四相不生的时候，你这个心，你的心量才能够呢大，才能够久远，所以不能黏。你一黏，心量就出问题了，所以分别心啊，就会变成说，啊，你只度跟自己原生的，或者你只度好人。就像我们在讲的，一堆人呢在水里面沉浮，你要救谁？你的时间有限，你这一辈子就这么短的时间，当然是救一个算一个。你不能说那个是好人比较好度，可是他比较远，就说你不能分别，你光在那边分别执着，你会起烦恼。你要去救起了这种分别心，大家看消防队，他在救人的时候，他能这样分别吗？不能啊，他就是到哪里看到人想办法救，不会说分别啊，我要救女生，我要救小孩，然后呢最后救没半个。所以大家要明白呢，我们不要起了这种分别，然后将来又结了这种分别的爱恨情仇。好，那么下辈子还要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这种都是因果律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了因果，就要知道不要怨什么啦，这些因缘无缘不聚。但是现在我们好不容易碰到佛法，你如果跟一个人过去没有结好缘，你看到他虽然跟他不熟，你就觉得跟他好像没有结好缘嘛，就觉得看到他很讨厌他。那有的人就觉得哇，一见如故，就是过去生的因缘延续下来，你就内心会有起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啊，平等舍，都把它当众生都有佛性。不管你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你就是能做的，你就去跟他结个缘。包括讲经说法也是，不能说某些人呢，你不愿意讲给他听。其实法虽然因缘不一样嘛，如果有人请法，你讲法，但是基本上在讲法是
不是用分别心在讲。像佛陀在讲《法华经》，有人自己就离开了，这个就是不契机啊。那么无畏师也是一样，你今天消防队也一样，你不能说用分别心去。那么你分别心，你着了众生相的分别心，你的心量就有问题，而且这个业缘呢，将来又要继续，因为没有过关嘛。当然最好，如果说你能够未来知道说怎么样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间，也就是成熟，讲适当的法，这个是更好。也就是你要能够有，例如说有宿命通，你能了解这个人他的根气，然后也知道说他因缘成熟没有，那会更有效。因为他不需要你给他，也是白给，甚至他会回报，这个都是要经验。然后悲智要同时运用啊，并不是说我硬要塞给你，就要考量，包括自己的资源也要考量。就是说，比如说你财师，你没那么多财力，你不要为了财师去签一张支票、期票，那个都是不是欢喜心的，那个都是一时的，不知道什么心去签的。就像一些社团都会签，在乐捐会签 IOU， 就是我捐多少捐多少，那个就是有人在那边控场啊，鼓励大家呢尽量乐捐。但是实际上你自己要衡量，所以细水长流，不是说在某一个节骨眼然后你就这样子任性拼了，这个都是没有管好自己的理性。所以包括你要布施也是一样，有时候你要呵护众生啊，并不是说你好的一定要推销这种，因为众生如果他因为这样毁谤三宝，那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利益众生不住相，而是你还是要悲智双运啊。但是对于这些因缘，你要了解它缘生缘灭，你当体即空，你做完就忘了就放了，不用再去攀这个缘。所以啊，这个相缘生缘灭，就像海市蜃楼啊，它是无常的啦，它是无常的。你也不要认为它一定会因为这个因缘而会什么时候他这个缘会成熟，会学佛不一定，说不定这辈子还没成熟。所以有时候觉有情哈，不容易。众生哈，没有经典的基础，很难呢、啊。真正的相信。所以一般法师有时候就是皈依以后会教大家先每天先用功普贤行愿品，你起码了解，你相信了，你皈依了，你起码要知道怎么行愿，你怎么去开始学佛，你要去做啊，行愿啊。当然里面呢，这个可以再细部的去请示法师，因为每个道场呢它的这个法呢重点呢有时候会不一样，它给的经典呢这个用功的这个方向呢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服务众生也不要解，不要去误会这个众生相啊，要不然又结了一段这个生灭法的因缘呢。特别是
我们呢法执上面呢，你今天作为法师或者讲经说法，是要觉有持，并不是要跟那个博士一样，你终究是要觉有情。你觉有情，你是不是自己要先觉？你自己要先醒过来，你才能教人家怎么醒。当然不是说自己就可以开悟，而不是在法执上面呢，因为你又有我执又有法执，这种一定到后来就是嫉妒，因为他执着于法，我又我慢又在，你我法二执，就是见不得别人比他好，这个就是，这个真的就是嫉妒。那他如果能突破这个，然后能够跨过我法二执，就是成所作智。他不明白呢，在大圆满里面呢，这个嫉妒啊，就像佛最后讲，我没有讲法，然后你若也就是叫大家不要以用色身去见佛，我就是人行邪道。你法不能执，相也不能执。虽然一个圆满报身会有三十二相好，因为他是用有示现这个相，或者应化身的圆满。像佛本身这个化身佛也非常圆满啊，更不要讲佛的报身啊。所以他还是用有来接引众生。但是大家要明白，你学佛特别是大圣要觉有情，你要先往心上面修才会觉啊。你自己不觉，你要收弟子，那不是以盲导盲吗？搞错了。所以这个博士就是在这里起了这个嫉妒，甚至最后变成要杀人了。所以很多学师啊也是这样子，他起了嫉妒，然后用邪术邪法。好，我们是诵释迦牟尼佛心咒。唵嘛呢嘛呢嘛嘛呢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
再慢慢将光明收回身心，慢慢出定，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禅修到这个地方圆满。阿弥陀佛。